Hello， 我是小玉。今天呢，难得出外景，就是来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餐厅，主题叫都是使用厕所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感觉超恶心，但是没关系，为了你们，我就牺牲我自己一次，带你们去试一次 ，OK？ 大少，你耶，丑男。在路上看到金色头发很像红的，就是我，恶心。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开。伙伴刚进来的时候就感觉没食欲，马桶。超没食欲，你可以说说你得奖的感觉吗？很感谢我的父母，虽然我不知道跟他们什么关系。美女，哇，那外观还好。马桶，我不能接受。你再说一次。意式相间。你们羞耻心啊？点这个。没有啊。你们羞耻心啊？没有。说你们羞耻心啊？没有。点这种东西，意式相间鸡腿，你们羞耻心啊？明明就是厕所，明明就是厕所餐厅，为什么一个跟厕所的东西都没有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你有羞耻心呢？没有。那我要吃一个便便三色肠。跟你讲一下好好笑、哦，还没抢。便便三色肠感觉很粪，嘿嘿。便便三色肠感觉很痛。咚咚咚。嘿。尿壶。在那边吃东西感觉都变臭了。两个原始人不知道怎么点餐，点餐有多慢，我要自己看看哦。看皮卡香包，这完全让人用不起来啊！洗手台，何必呢？厕所，完全提不起食欲。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你干嘛？我在找他有没有尿过。这是饮料和甜点，我喝喝看，有点尿的味道。就算它不是尿，喝起来也感觉有种尿的味道。我来吃吃看咸菜，它真的是什么？这种东西啊，那么油，尿够啊，太油了吧，这是渣油。发痒，感觉还是不错吃啊，我觉得。油垢马桶，牙痛牙。走开，太会了吧？它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假？哇，反差啊，太会了吧？耶，餐点来了，三色便便什么套餐的？你看这个便便的。可恶，这样看起来超不疗愈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吃香肠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香肠，可是我觉得是蛮好吃的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老鹰不可嗷嗷嗷叫。这真的蛮不错的，再加一点这个酱，哇！我跟你讲，吓死你了，美食频道哎呦！我要吃啊，你吃不到，我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！老鹰不可嗷嗷嗷叫。耶，吃完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中年孤苦无依，死味，大死乖，大杯冰淇淋，哇，太会了吧！哇，你吃屎吃到好开心哦。OK， 我们吃完了。虽然你刚进去的时候有点屎，但是吃完的时候还是有股屎味，吃多了还是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屎味啊，我下次应该不会再来。东西很好吃，刚刚补足了这个餐厅有一种屎味的感觉。OK， 我是小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这部影片也分享哦。其实中间看也可以到我的 FB 还有 IG 去按个赞。OK， 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请进你们东西。